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以来第一个长假。春节呢，江苏高速的流量呢是创了历史的新高，全省所有交警部门取消休假，从年三十到大年初二，我们全部启动的是一级警力，保证人民群众的通行安全。假站假站，我们新方向283/16有一起小车事故，在第四车道，麻烦过去看一下。好的，我就在附近，我麻烦过去看一下。安徽到无锡，从家乡带来的咸肉、咸鸭子，那大白菜好吃，小青菜好吃的，还有剩的过年剩的饺子都带来了。我外婆带的臊子，这个我外婆做的臊子，对，这我们老家的红薯，是煮好的，对，煮好的。这个是我妈自己蒸的面皮，自己手做的。有家里面特产吧，咸肉，或者是老家的家里面养的土鸡吧。每年回家就是家人都会给你带上这些吗？对。就希望大家2023年有那个很顺利的出游，然后有工作能够比较顺利。挣钱不要紧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。政治加薪，身体健康就好了呗。